你好，早。好早。非常欢迎个礼拜三个大片吼。我感觉着咱个同学哦 ，very 安怎讲？我唔着迄个咯，迄是咱个生活拍回嘛吼。我拄着我们这个以前捌甲咱讲过，啊，毋过过来伊拢无讲。我讲，你会当拜托你过来台湾的长青教授上课一下无？等于朱教授，我改给你拜托一下，安尼就好。last night 我就接伊个 email， 讲哦，伊要讲什么个吼？咱个中央实在不 unusual 迄个 affection 吼，对咱个中央会听谈个较关心啦吼。伊个题目吼，我真唔爱讲。甲咱个咱只退休个人吼，就有关系啦吼。所以我即意思是讲，即摆我在准备下个学期春季班的 schedule 啦。啊，都有人无人接讲了吼，是吼，足感恩的吼。今日个 speaker 吼，嘛是同款吼，为圣地亚哥来啦。啊，我要请陈贵啊来介绍伊，因为伊真久就是真好的朋友啦。来，陈贵啊，拜托。伊阿要咧 get preparation 吼，所以我用这個时间真简短来介绍今日的 speaker。啊，真欢喜会当介绍咱今日的 speaker 陈朴树小勇兄。啊，伊是台湾台南六甲的人，哦，啊伊甲我讲，因台湾在好多古啊。我啊，台北，伊无照一般人来讲的，是用高中来升大学。伊是上高职，算工业职校的。伫迄个年代，哦，伊还佫伫四零三八迄个年代吼。咱一般有一个印象，像我住伫草地吼，啊，你若无小可伫镇的所在来上小学吼。啊，要上省立高中足困难，但是伊高职会当啊进入去大学，而且因个班敢若伊唯一考着大学，中原理工学院。啊，伊伫即个第一关，伊即个一判有超出即个一般人所思维啊。职校真歹考到大学，但是第一关真优异的成绩通考到大学，考到中原。啊，一中原四年了，有一个机会啊，来淡江高中、淡江中学教书。这是伊人生。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准备工作，这两冬的中间呢，奠定了伊一生要成功的前半段。伊因缘，咱咧讲上帝注定了，上帝安排一个演员，一个遮漂亮的孙小姐，霹雳，咱请伊起来，互大家看到者。感谢，好 ，OK。啊！啊！因两冬中间，因等于上帝注定因，所以伊第一个阶段，伊就免 worry about， 就已经都拢免过第三个迄个意见，讲去要找上。
所以已经完全定下来，所以让他专心专力的，准备来比过。哦，啊，伊伫这个足短时间，伊先去迄个威廉卡利斯一个较好的教校，去了硕士，然后呢，就过来 RPI， 伊一般分作做什么凯 Catherine。Polytech Institute 真紧就摕到博士位，因为伊个研究伊个成绩足优秀，所以学校呢甲留落来做两当帮忙指导，graduate school 就是做 faculty， 因为伫迄个时阵伊伫 semiconductor 有足大杰出的成绩。所以伊免去找头路，人来甲看要去做毋去做。所以伫遮么好的环境中，伊的机会足多，嘛会当倒来台湾做教授、做校长，拢有机会。迄个时阵，那倒来台湾，虾米肯纳特、富国神省，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因为伊，就是家庭关系，伊讲要留来，但美国拍拼。啊，伊就是为公司替人做，但是伊想想咧，讲遐侪人中间，啊，伊要家己做头家咧，所以为愈侪人的office 变愈少人，就是要做头家啦。啊，伊伫这个成就咧，伫咱以前他有来讲 ，American My American Dream 有讲真侪关于伊事业成就的内容，我就不过多说。我会记得六当前、六当半当前，咱的春风合唱团去圣地亚哥有任务、有表演。我那时候，咱黄院长我拢有去，我踏便车啦。唯一我要讲的时阵，有足大 big heart 爱心，阮几台车去，因任务合唱团任务了，几台车，陈博士呢，就甲咱做导游，几台车就去因家足水的厝啦，招待阮食槟榔，足澎湃，为感觉就是讲，遮呐。大家四五十人，会当伫迄个某门啊，随准备即只丰盛的晚餐。阮伫伊个壁仔看到呢，就是有足水的即、這个可以，就是都类似安尼啦。伊后壁有迄、那个有一个小桥，有一个流水。我是讲哇，即足足 impress。黄院长，阮你。讲的中间，就是讲要邀请伊来讲这个题目。当初呢，我讲 Are you kidding？ 哇，这个题目你虽然是看，但是要来两点钟的时间要来做这个演讲呢，是来讲无简单。但是因为赵成功黄院长有个别人朱教授一讲，听他热烈的 response。所以，陈博士伫我还没熟悉迄个年代，2016，伊过年呢，就来长青教室，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长青教室，而且还有资助各方面以行动，已经今仔日是第三遍，所以咱未来伊会当有足精彩的presentation， 所以咱拍破来欢迎陈博士。真多谢，这好的介绍，我实在感觉讲今仔日来是值得啦。其实吼，无啦，无影，伊介绍还好。不过我要感谢伊的介绍。第二个，我就是要感谢这个咱黄院长。一个老朋友，
个老兄弟，伊烦恼讲，这个遮久吼，头壳唔知变做啊，这个老人痴呆症未？Okay. 所以听讲真可能会变做老人痴呆症，头壳若无晕，所以伊就给我一个一个 topic。啊，我想起讲，这个甲我差不多五六十年前要做博士论文相款，哦，我唔知要安怎做。啊，所以真感谢有给我这个机会。搁一个呢，就是讲，因为这个 topic involve 啊，都真侪相片，我是感觉讲，嘛是真头痛。不过我这个好太太，伊就把呢啊四五十年的迄个相片，哦拢组织起来，啊交我呢一张一张过，看对一张会当啊对一间会当用，啊所以发嘛发足侪时间。上尾我要感谢我的niece， 就是严丽姐的女儿，因为我这个。啊，八十几岁的这个啊 ，computer 唔是讲也好，所以我就拜托伊啊，我就把我的这个要讲的纲要啊，因为我中文遮久无用，啊，我也袂晓啊写中文，伫这个 iPhone 个啥物，所以我就用啊英文诶，迄、那个我把这寄互伊。甲所有的要用的即个 picture 啊，寄予伊，啊伊 organize， 等下咱看，你会感觉讲即个是一个 professional 啊做个代志，哦，啊，互我变作足方便，足方便，变作讲看图讲故事，哦。OK， 所以啊，咱即马就来开始吼。这个 topic 我要讲的，就是讲第一个 ，what is called， 什么是这 called？ 第二个就是讲是安怎，我来要起这个 called 胖。第三个 topic 就是讲，你做这个 called 胖一个过程，啊，第四个就是讲啊，做好以后，把这个苦的放落去。当然，唔是讲叫那苦的，就当然内底有一挂植物吼，啊，主要的就是李李，迄个 water 李李。啊，伫心内底有一挂困难。啊 ，solution 啊，啊，所以就是讲，这个结果 ，happiness 加 enjoyment， 但是我那有这个 responsibility， 啊，所以这 ，OK next， 咱来知影讲，第一个我介绍讲，什么是苦的，啊，其实苦的就是日本话，这个鲤鱼。诶，日本话啊，足酷诶！但是咱若要讲台湾话呢，其实就是一个草台。咱啊，这个年岁大概咱会知影讲迄个草台吼。嘿，草台，咱咧食迄个草台，啊，迄就是伊诶特征。嘿，台啊，吼，咱较早我会记诶，我。细汉那是中学的时阵嘛是捌食着吼，啊，这个会变作食的吼，颜色吼啊，足真水的鱼啊，我等下说来讲。And the next， 这个苦的特别的，就是伊有两支喙手，哎，你家己看这个吼，伊两个喙手，伊无喙齿。啊，伊也无胃，所以伊食物件咧，你若直直解吃，伊就直直食。
啊，你若家己气伤济，煞会吊死。哦，这个就是苦的。所以讲，你饲苦的时阵，就是你饲伊，甲一个适度。当然，这就是 experience。你会使家己啊，看什么程度，可以会当大，哦。啊，但是袂当，啊，袂当枵死，啊，袂当吊死，哦。啊，那 next。其实呢，日本咱这个苦的、这水的大部分是对日本来的，但是事实日本较早是无苦的。这个内地的鱼是伫东南亚、甲中国。啊，伫17世纪的时阵，伊啊日本就 imported， 就是啊，免得讲啊。甲伊引入来日本，啊，引入来的时阵，因就是甲咱伫台湾相款，做鱼啊，咧食食物，啊，咱咧讲就讲海产，吼、哦。伊这个引入来的目的就是安尼，所以伫14世纪啊，对中国引入来，啊 ，next。啊！伫19世纪的时阵，引入来的时阵，拢是一挂农夫，像咱伫台湾有迄落鱼啊吼，你饲鱼，因的上头开始是安尼。但是因遮的农夫发觉讲，嘿，这个鱼呢，有当啊是看到有诶进水，有彩色。所以一挂较有即个生理的人的头脑，就对安尼开始。因的做法就是把即个较水的即个鱼，母的伫大部分是伫春天3-4个月的时阵，把伊的卵摘出来。刷咧，那么是较水的公的，伊就把伊的迄个精啊。摘出来，啊，那放到一个所在，互因家己去。啊，迄阵因就有迄个人工受精的方法。OK， 这张图是我差不多2000年、2000年的时阵，我嘛有参加因的 Koi Club， 因送互我的一张差不多两尺三尺的画。啊！伊内底就是讲，到19世纪，因就是develop食的啊，苦的时阵做出来有30几种，伊甲伊 categorize， 就是甲伊安尼啊，好分类对。啊，所以呢，啊，这个名无伫遮，每个 group 拢有伊的名，啊，有30几种。啊，这个图就是我上头 join Koi Club 的时阵，因送给我。啊，迄个时阵，我嘛是 join in the club， 就每年啊，每个月份，伊拢会送迄个 magazine 给我。哦，所以会当得到真济，这个关于 Koi 的 information。All right, next。啊，这个 Koi 本身叫因的研究。有6个无相款的色，哦，一个就是讲 ，all black、white、blue、metallic， 啊 ，red 加 white， 哦，伊个这个色就是伫伊个皮肤加伊个 scale 诶顶头。All right, next。啊，即卖你若家看咧，即卖世界差不多每所在拢有遮苦的。伫即个19世纪，因入灭落遮的无相款 pattern 色的苦的，伫啊对一个日本的。
的方式吼，这个我袂记得，因为迄个日本的皇帝变作讲，OK， 有一个时阵伊真爱，明帝吼 ，OK， 所以伊就把伊个皇宫所有的所在拢从遮个放遮个库个，啊，遮库个，所以因为安尼就是讲对于日本差不多真普遍，啊，伫世界各国有人有趣味的时阵，因拢会走去日本，甲因买，啊，有心理头壳个。这些商人，他们很厉害。咱中里面，我想是很多人都有让他们不相关的 club。 你全说我要打球的，打 tennis 的，我 tennis club， 有那个 golf， 也有这个 bridge， 这，你这阵来给看，就是说较有名的 tennis 的 tournament。现在变成世界差不多有五个，像 Wimbledon 还是说 French US 这些真的都有很大的奖金，因为这个科学的发达到世界都有相关，因为推广这些科学的 industry， 就是你有一个 club，啊，这个 club 的时阵，因都有这个 meeting， 开秀，所以因有 competition。每边的开做会时阵，伊都会去比赛，真济人都是为着要去摕这个奖，所以因会真用心去参加。可以，啊，这个就是现在世界，即阵每个所在差不多拢有这个coffee club。All right, next， 我爱人知影吼，讲，因为足侪朋友问我讲，啊，你吃 coffee， 你知影 coffee 会活偌久？这个问题，我真侪人拢问我。其实呢，真贵哈！我讲，你即马这课是毋是2000年老到即阵？我讲是。要安说这个到底课会当活偌久？恁要看卖咧？The next answer。上活上久的226年，所以咱都要加油。咱若会当伊的一半，我想咱大家都真欢喜，这个这尾科的伊也做哈纳卡，哈纳是花心，日本话所以就是三代人饲这只科的。即我知影诶，就是讲，即个伊毋是特别，像我安尼家己去学即个科学棒，伊就自然伫迄个所在呢，伊诶泥鳅诶迄个水是足清气足好，所以伊啷个会啷活遮久，咱就爱少学伊者。好啦 ，next， 搁即个问题就是讲，你知影上贵诶科诶是偌济？赚一钱无？有人要着？100万？300万？够么？无啦，不是300万，是 1.7 the next。US 1.7 million。这个是一个产品，大概是2008年、2008年，因为伫日本。
就是每遍的考的秀的时阵，拢会去啊比赛，啊真侪人都在比赛，啊这只就是伫日本，啊你要因的 judge 吼，看要到底，就是我看伊的色，吼、哦、啊看伊的形。啊，唔然呢，就是讲伊咧秀的迄个姿态。啊，即你若有趣味，你会当伫 YouTube 内底看伊的 auction。伊敢若对于即个啊 below 一 million 吼，即啊敢若是啊，因为伊的是日本钱，啊结果上尾就是一个原来是日本人，真好个人。1.7 million 去买到这只，哦，而且咱啊，较普通的厝，搁较贵。OK，next， 即摆我讲啊，下面的就是讲啊，我的啊，可以胖，是安怎我来买起这个可以胖，哦。我用英文来讲 ，enjoy living in natural environment， 啊，啊，甲伊个 natural mind 会当帮助影响咱个 health， 啊，啊，甲咱个 happiness， 啊，甲即个 vitality 就是咱个活，呀，哎 ，OK，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来去，大概是因为我细汉就是伫迄个乡村，真细真细的古仔港，所以对这 nature 哦，较有一个感受。咱中吼，我相信讲年岁来讲，差不多是70岁到90岁中间，敢有例外？我想无啦哈，以咱的年岁 ，include myself， 拢有经过三个无相款的 culture 的影响。我是伫昭和日本的昭和的时代生，哦，啊，迄个时阵，爸母拢伫日本时代。我爸爸是日本留学的，所以对这个日本的 culture， 咱若去日本佚佗，啊，尤其是我爱看这个日本电影，啊，有上趣味的《千巴拉》，你该看因的厝，大部分拢有水，有一个小的 stream， 啊，有水。啊，有一个小的池水池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对我来讲，真可能有迄个影响。第二个考究，就是咱的祖先，拢是对中国来的，啊，所以有这个中国的文化，哦，还是讲中华文化，咱常听到的。咱咧讲风水，哎，咱大部分拢对这个风水真注重。你买厝，你都爱南北向，哦，啊，都爱风水者，有山有水，哦，这个考究。啊，所以我伫日本时代生，啊，伫中读国民。啊，国民学校、中学、大学，拢是伫这个的。啊，加出国以前，拢是伫这个中国的文化。佮第三个就是讲来美国以后，我以前来美国啊，历史来，所以大概是有至少50年。哦，啊，所以我那有受到这个西方的文化影响。所以我想，我会有这个想讲要做这个科学派，真可能就是有这个文化的
影响，哎，不大，那不厉害。那若看这两张图，啊，这两张 picture， 一张是差不多四五十年的诶 picture， 个另外一张是差不多七八十年，我呢比你给挖出来。啊，这个呢，就是我伫台北读册时阵，我是住伫日本，较早日本宿舍。两头前一个小小的烤鸭，边啊围起来，啊有种一挂花草，但是真特别的，就是有一个雪面做的模型。你若看这个图，啊不是图啦，这个picture哈，你看有厝，有水池啊。有桥，啊！伫正门遐有一个方头，就是讲啊，火。这个是我细汉迄阵翕过来的，所以我相信这个真可能伫我的脑海深处，真可能就伫啊。正门这张相是我的 family。是我1974搬来圣地亚哥第一间厝我买的，当然有几啊个原因，厝的环境加内底个，但是我是感觉讲，以这个水池啊，前个 owner 都已经有，所以我来解看，就是讲，这虽然是小小，但是你看一定。较正平的所在，有哪有这个迄、那个方阵？所以你若开始想起来，真可能这个拢有影响。是安怎？我哪会去想讲要起这个块棚？好来 ，next。第咱。啊，拄啊啊，像佮伊介绍个所在，伊有讲到我个厝。我1999年退休以后，因为太太比你甲我拢真爱拍 tennis， 所以阮就去 join 一个 La Costa Resort。迄个 resort 呢，本身有 tennis 差不多15-16个 court。有 crack court， 有迄个草啊，吼，啊有游泳池，差不多有三个，游泳池，啊有 golf， 所以迄个时阵，因为我住伫钓马，要来即个拉卡斯拍球的时阵，普通是15分钟，阮就会到，但是渐渐迄个 traffic， 我来下晡时要来拍的时阵。Instead of 15分钟，变做30-40分钟。所以迄个时阵有一边拍球出来，阮就想讲 ，maybe， 阮就来遮买一间厝，因为退休你不管你住伫底，啊，拄好有一个机会，我伫即个拉卡斯塔对面的山顶，买了一间 1.3 acres。别是诶厝，当然厝以外，咱嘛是都爱有做这个 landscaping。所以其中我有请三个 landscaping 的 architecture 来甲我做顾客。第一个就是美国人，啊，伊个 suggestion。就是讲，我伫即个厝后壁厝个所在起游泳池，吼、哦，即、這个是较大个。第二个就是比你一个同学，伊有一个日本人个 architect， 伊是讲伊有做过伫波兰有一个 Japanese garden。所以我拜托伊来啊 ，second。
但是伊个主要个就是讲，做这个树啊，蛮在，对，我想想煞袂记了。啊，伊甲估计的时阵，差不多有二三十层，二三十层的蛮在，要设计。搁伫一个第三个是一个朋友，太太亲戚，伊是一个敢若是越南人，伊甲讲伊有 involve。这个泰国的皇宫的这个project， 所以我就讲好，你加估计。哎，这个人真特别，你来看一张图，我后边这个厝，伊头前有画这个胖，啊，甲有一个桥，当然另外这部分。有迄个 waterfall， 所以伫这三个中间，有一个都上合着我，会跳到内底，所以我就决定讲，要做一个开放。但是开放呢，伊无这个waterfall， okay， next。阿多我有讲，要爱这个开放呢，就是讲我那我用英文讲了，讲 constantly hear the sound of the running water on the backyard， 对我来讲就是讲 make more happy。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拄啊这个culture， 这个历史，我的一个头壳内底，有爱这个 nature。在这个开放要去的时阵。因为你的 waterfall 伊并无detail 冲出来，所以这张图呢，就是我开始要做咱这边的时阵，就去买差不多四五十的大粒石头，送来。这个要做工的人，拢是墨西哥人。开始等下我大概会少等下那个倒转来这张吼你 next 我想这个嘛是 next， 你看吼，这有一个美国族人啊，这是我女儿的朋友等下我来甲人介绍next。安尼，咱即摆是应该是，倒转去即个 construction， 要做即、這个吼、当然，你都要计划，即个胖都要有啥？第一个，我的感觉就是讲，你都要有 waterfall， 个 waterfall 那边啊，我爱有一个小 stream。所以嘛是一个细火。伫这个the next， 伫这个要做 waterfall 的时阵，因为这个墨西哥人是，因请的人拢是墨西哥人，所以开始咧做的时阵，伊咧 layout 伫这个下面的时阵，阮看，阮的感觉就是讲。我是要爱做一个较属于咱东方的 waterfall， 那做出来比做墨西哥的 waterfall，
所以比利已经有这个艺术的头壳。伊讲安尼好，我就来甲这个石头拢开 level， 做一二三四，吼、哦。啊，刷落呢，伊要这个 waterfall， 这石头要安怎扛？伊就画这个图，拄啊的。画这个图，你看伊个有一个数目，一二三四五加九吼。伊就是讲画这个图，啊，把各家的工人讲，我这粒石头，哦，伊有那 mark 的石头，我这个这粒石头要放伫什么所在？所以因就照安尼落去，啊，原则上有三层的 waterfall。上悬的刷落中一站，加这个是比利的啊 creation。OK， 我伫遮甲咱秀这个起这个 coy pump 的过程。第一个上顶头这个图开始你挖。这个胖，当然这个胖生做什么款，买晒圆的，买晒四角的，买晒，所以阮两个就用这个 waterfalls， 就是一个咱的水管，一个软软，砍的啊，创这个形，啊，好因他照迄个形落去挖，哦，这个第一图，第一张，哦，对，就是这个。上第一张，伊就先测量，哦，你看远远的所在，啊，开始就爱挖偌深。啊，原则上，这个块的胖，因为是块，是你都爱知影偌大 ，how many gallons， 哦。即马坐来看，甲右边这个哦，底下 ，Billia outline。对这粒石头要放伫什么所在？哦，啊，你来看哈、哦，这个地博啊，这个人就是我，我咧做工头，你敢讲？哦，啊，敲大石啊，敲到阮要顶的所在，哦，啊，你若该看，搁落来的时阵，这都哦。就是敢那哩标一个咱的游泳池下面真大支的一个铁筋，啊边啊那个细支的铁筋，啊刷落啊，这个就是你 construct 这个 waterfall， 你该看伫这个啊人的边啊一粒石头，切足大粒的，伊无办法当人当的，都要用机器落去做吼。啊，你若来看咧，迄、那个 waterfall 的形都已经伫遮都差不多好势咯。哦，遮大粒石头，啊，较正平一个，哦，唔是，伫遐较顶头，遐是第一个 waterfall。啊，刷来那一个小块的水池啊，啊，刷来佫较落来，啊，上尾下边的 waterfall。啊，遮白的所在，你若比较这张第一张迄个图，画一二三四的，就是完全照那落去，照那落去做。哦，所以其实呢，就是阮家己的啊 ，create 的这个。啊，这个啊，做这个啊开胖的时阵，唔是讲叫他做什么。哦，你铁筋挖了后，铺铁筋边啊拢铁筋，啊，即嘛它阿木头，但是阿木头你看咱水会渗透，所以伊刷咧，伊就爱放一层迄个水袂当啊渗透的 material， 啊，伊要放即个 cement 甲遮的啊。动作，你这石头，伊拢都爱用 plastic，
扛起来。因为若无的时阵，你前面伫个石头，你都洗不起来。哦，所以这就是伫遮的过程。Okay, next. 第七个做这个胖，阮的头壳就是讲，第一个，你就要知影你这个胖的 size， the shape， 几个牙轮。因为伊免笑你，你若饲鱼的时阵，咱若迄个胖偌大，你放真侪鱼的时阵，鱼伊就这个冷湿的关系，所以伊就袂当大家入去订。所以阮的目标就是甲这个胖做 5,000 gallons。所以你若决定讲要做偌大，所谓 involve 就是讲你遮个 plumbing 排便，佮所谓你的这个 equipment 内底有 mechanical pump， 有 biological pump， 有 UV， 哦，这拢都爱根据讲你到底这个水有偌济。Okay, next。啊，伫遮我有讲哦 ，size of the pump determines 啊，这个 pipe、个 valve、个 equipment， 啊，个 mechanical 或 biological filter UV light， 个 pump 哦，这个拢大概。啊，其实我上头啊，对这个嘛无讲清楚，真清楚，所以我有请一个 consultant， 伊就甲我 design， 啊，这个 equipment。嘛是伊替我买。Okay, the next. 啊，拄好讲吼 ，the size of the coil eventually would depend on the density of the coil in the pump. All right, next. 啊，这个我来给你读一遍。啊，伊这个 shape 吼、哦，甲伊个 placement 都遮石头，吼、哦，边啊还有甲伊个 side stream， 我啊等下看到吼、哦。啊，你家看，这个就是已经做完成，啊，已经有 waterfall。那 next， 啊，当然，你唔是叫他做胖，嘛是希望讲。像我拄仔咧讲，即个是日本诶，遮个啊，咱去看有诶胖诶所在，伊拢一定有一个桥，所以我就去找即个变做 custom design， 哦，啊，我胖诶 size 呢，啊，甲桥诶 size 拢有迄个 coordinated。Okay, next， 啊，即个了啊，吼。啊，咧，就是迄个时阵已经 complete 我这个 pump 的 construction。啊，咱有朋友就是伫咱内底啊，你看徛伫遐的人，就是伫咱中间有去 visit 啊。啊，这刷落的边啊，是阮二姐。啊，甲比利，甲阮妹妹，阮妹妹对台湾来，所以伫遮啊，都一直接照相。OK， 咱若看这个 video， 哦，这边啊，才有一个小 stream， 哦，啊，甲鱼，甲遮个讲，啊，你看这个。有真真特别的 pattern， 你知影这是啥无？因为伫三四个月，鱼啊拢会四月，鱼啊拢会啊生卵，啊，你着看这鱼啊吼，
干的足母，然后在阿光得的，啊，得的足，啊，伊迄、那个啊，这 sperm 出来的时阵，都构成这个精髓的 pattern。啊，安尼看。这个是一部分，啊，这个给咱看。OK， 到这我想咱来 break， 刷嘞，我再继续。好，多谢。日本有一个真出名的皇帝叫做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啊，明治的时候吼，刚刚爱西化，吼、哦、爱西化，啊，所以又派学生去澳洲。啊，回来有一个 advice， 就是讲，你的囡仔吼，小孩子是国家的栋梁，爱栽培他们吼、哦。啊，所以因有设一个，就是咱即卖，你比如讲，还佫无儿童节啦，台湾还佫有儿童节，吼、哦。啊，因设一个，这就是有一个四月份开学吼。哦春天有一个算讲，咱即摆伊开不能在咱台湾儿童节哦，啊，伊就是该创作一个，叫做，鲤鱼的祭，祭典的祭，可以努力，好，可以努力，啊，这是庆祝儿童，伊个意思是讲，那鲤鱼吼、哦，咱。中国话就是中华文化的鱼，或者鲤跃龙门吼，就是足勇敢的鲤鱼吼。你看鲤鱼的，迄个最强的那个剑，安尼，都爱小孩子就是国家的栋梁，就要像这样子去学习。所以日本时代的那个明治天皇一个教育的勒令，就是讲爱有这个可以努力。啊，所以基本上你来看，四月份哦，儿童节的时候，每家户户，日本的家都要插一个鲤鱼的旗子。啊，你那是男生的插黑色的旗子，那、啊、女生是要红色的旗子。好、啊，黑是不一样开始了。啊，所以因实际上咱这边跟你讲这个，coin 吼，都是不一样安尼 promote 啊，变作那我觉得。1.7 million 的、，unimaginable 哈，哎，实在，我伫咧第一讲的时阵哦，我也是咧真好的老师啦哈，真真听我的老师，我是另外个意思，啊，伊就是从个开口，哦，啊，阮遐有一个叫做 Longwood Garden 哈。啊，老外人啊，就一年嘛有一届这个 coin club 的 gathering， 我伊就拢去招我去的。所以我讲，这是一个足好的 culture 哈、哦。咱来讲，今日足欢喜讲，咱有迄个机会来学习。那 it's time for you again， 多谢你。啊，咱来看这张啊 picture 哈、哦。这个，免看人啦吼。它紫色的最漂亮。啊，这个就是对这个角度摄这个可以，一个啊 waterfall， 啊，你 waterfall， 你都啊，我咧讲这个大粒石头吼，啊，那个你有看到水对吧？啊，这个小。是胖啊，就那水那个流落来，所以有三节的 waterfall， 哎对。啊，今麦说的咧，看右边吼啊，莫左边，搁较左边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小溪流，对这个顶头的 waterfall 一部分的水，对 waterfall 一部分的水对这流落来。这个就是，说法就是讲
咱的这个 plan completion 已经做好。啊，当然，咱的 picture 拢有考的伫内底，因为迄个时阵，2000年，加我唔未记得讲啥物时阵，咱的手机会通翕相。所以前呢，诶，翕的相就是啊，差不多，未当传啊，咱手机翕的安尼。所以真济翕的相拢差不多已经有大几颗的。啊，伫这个啊 ，pan completion 以后，我就要放鱼仔落去。啊，鱼仔三条迄个时阵。2000年、2001年的时阵，圣地亚哥无这个好的鱼仔店，所以比利甲我就是拢爱走起来 Orange County。啊 ，Orange County 有差不多两三间，有一间价较大间的，阮拢差不多几礼拜就走来看较水的鱼。啊，因为阮无咧注重讲要去甲人比赛。啊，所以买的鱼无一定照因这个、迄、那个 core club 诶，就是讲哦，这是属于对一种，这个是属于对一种。阮看讲，阮爱鱼啊水水，阮就家买。啊，迄阵买的鱼呢，你若讲买较大尾，不止贵。啊，我若讲买50尾，真可能啊，真侪钱。所以，阮就买大部分拢是差不多4英尺，吼、哦，啊那啊落去家己啊饲下大只。伫这个中间，头啊放差不多4-5尾，啊，我有一个朋友，伊有2尾较大尾，好话。结果我放落的时阵，啊，我即马放的吼，啊，4英尺的块，我 place in the pond after 1 week of the running water。啊，这个 running water 呢，就是去 check pH 啦，所有的 chemical 拢会当 check， 吼、哦，拢总无问题。啊，后伊 run 差不多 1 week， 他才放落。结果，拢总无 survive， 所以他个真痛，奇怪，我这胖这清气，所有的 chemical check 拢 OK， 现状的鱼啊死去，两尾较大尾的呢，就是阮掠上来阵给放落去，结果拢会身躯有生即落安尼。反正就是安尼，敢若水泡啊安尼伫个身躯，啊，结果无失败。所以，阮就去找这个原因，到底是啥物原因？啊，鱼啊，哪会饲袂活？有一个敢若是有哪有经验的朋友，甲我讲，你因为这个开胖。是用石棉做的，啊！你普通时人咧做开胖，就是较细的时阵，伊嘛是会使用 plastic， 吼、哦，袂漏水的，哦，你乌乌的，它规个创起来，啊，边啊创石头，甲伊放咧，啊，你迄、那个水就较无问题，因为伊甲讲就是讲。你这个胖无迄个 biological 鱼仔的，咱咧讲咱人吼，拢边啊拢总有一个人味吼，啊，这个新的胖内底无迄个鱼仔味，所以袂活。所以呢，阮就去买迄个上俗的，啊，做 filler fish， 就敢那是迄、那个。啊，细只金鱼，哦，啊，迄是人咧饲鱼的迄落鱼啊，
啊，因为迄一尾它二十五升，所以讲好啦。比较讲，我咧买一尾啊四英尺的迄款尼落去，你都要二十五块啊，即个二十五升。所以我甲买就买足济，差不多五六十尾来扛落。啊，扛落以后，敢那是一两礼拜以后，就开始搁扛。这新的口味落去 ，surprising enough， 所有的 fish 拢 survive， 所以这就是一种的经验。啊，这两尾甲大尾鱼是安怎派死去？原因就是阮咧做 transport 这个鱼的时阵，那无迄个常识，因为咱拢是第一个。所以法家讲，你鱼仔放落的时阵，袂使直接就家放喺水池内底，因为你伫别个鱼池，吼、哦，天不巧，吼、哦，啊加其他的原因都无适合因。所以迄个 trick， 就是讲你伫迄个 plastic 的底下鱼来的时阵，袂使水放落去。你就是爱把这个在 plastic 内底的鱼，啊，伊内底的旧的水，就是对别个鱼池仔的水，拢伫内底，先放个 new pond 内底，啊 ，at least 4 hours， 哇，如何如何？啊，以后啊，该放的水，啊，就 survive。所以阮较早的时阵，啊，几礼拜啊，就走来 Orange County 去买一挂鱼。啊，头尾南南的，敢那有差不多 exactly 吼，看几尾我是袂记，敢那是四五十尾。啊，放落去时阵真欢喜。啊，有一个真 surprise， 就是讲你有水池的时阵。你不是啊？这个啊 ，before 这啦吼啊，你也当个啊 ，go forward。第一个，我遐济金鱼都要解决，因为这个金鱼迄个 modification 真紧。啊，买啊呢，全鱼池啊拢是金鱼。啊，即马要饲鱼的时阵呢，遐个废处拢叫人抢抢去。所以有一日，比你甲我差不多发啊，规半半日哇 ，maybe cross more than， 嘿，啊，就开始一个捞，各家的金鱼吼。拢总捞出来，啊，送予一挂朋友较细水底下的，因无饲迄个苦的，因饲即个金鱼，送予伊。啊，有捞一挂较水的，因为金鱼嘛是有较水的，较无捞一挂较水的，伫啊藏伫一个坑仔内底。我普通时拢用一个物件盖袂，啊顶头缀物件。啊，因为这个无时间通去送哦，这个朋友，因为有特别加交代哦。有一日袂记得扛，结果过日起来连一尾都无。因为阮遐这个伫山顶有这个唔是海鸥的，后壁是有海鸥的，但是是一种的迄个落粉。热困，甲你清了了。不过还好，这个唔是问题。啊，伫这个坑，这个鱼啊落去以后，慢慢啊，有这个水，就有一挂 surprise 的 visitor。啊，因为我鱼钓水，
所以拢有一寡啊，即、這个做法做啥？放假，放假来大家啉水，啊，就去引起你看只鹰仔鸟，伊就是拢晓得我厝迄阵我有一丛迄个死去吼，啊，伊就来，所以伊拢来晓得遐。过煞来呢，第一遍做好的时阵，就鸳鸯是水啊，真水。第一遍来就是一只两只，啊，尾啊呢，变作七八只。啊，我是迄个想讲，嘿，是毋是都爱吸？因为有水，伊拢会来。但是，即、這个鸭啊，恁知影？伊个边啊，拢都甲你放屎，尾啊只好着过爱，一看伊来着，甲伊赶，啊以后伊着袂过来，哦。啊，你看有一个咱个啊，陈姨，我伫细汉迄阵，伫乡下迄阵，哦，真 enjoy， 就是有食个物件，有当啊时阵着去细汉个时阵念陈姨哦。那是一个很趣味的事情，所以就有这个红蚕鱼，上济的时阵，捌有四五只，安尼做伙来来管。啊，这个啊，你看一只就是，咱普通是你讲 blue heron， 啊，这个是 white heron， 哦，这是第二遍，第一遍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blue heron 来的时阵，阮上头唔知影。啊，因为这个鱼啊，伊来的时阵，伊就甲你食食去，因为迄个时阵四寸五寸嘛，哦，所以伊安尼去食食。阮就讲，哎、欸，咱去食沙西米吼，啊，那个一袋。一块啊，一块啊，吃啊！伊这来的时，伊个沙西米贵买，就给你吃去啊！啊，所以我迄个时阵，都有差不多total加那起差不多七八买，无相关的时间来。所以上头发觉的时阵，都要找迄个 solution， 我要安怎甲这个 blue heron， 哦，可以禁止袂当来。所以我就去买一个 water sensor。water sensor 呢，就是讲你若摸上的时阵，那水就怎出来？啊，啊，这个 blue heron 足巧，比我搁较巧，因为伊头啊来的时阵，伫食杯来鱼底啊边啊时阵，这个水水怎出来？头啊的一礼拜，有效，我是想讲。拢应该无问题，结果，伊这个 blue heron 比我阁较巧，伊飞来就先来飞，啊，啊，阁有这个 blue heron 的 picture， 唔是 video， 就是这个都一只伫迄个草地上的迄个模型。OK， 不，伊真巧，就是伊即马知影讲，伊飞来的时阵，这个我都认识了，往，所以伊飞伫我另外的草地较远的所在，伊慢慢啊一步一步行，伊就去找迄个 blind spot， 你知影咱这个认识嘛是为了 blind spot， 伊家己慢慢啊去找来啊来 blind spot， 嘛是嗰个。又叫他偷去，所以现在就开始想什么样的 solution。 有朋友跟我说，你就要去买一些这个 blue heron 的用铜什么做的那个 blue heron， 所以我们两个就去找，结果找到我买两只 blue heron，迄、那个用铅做呀，啥物差不多伊个 size 加真正诶 blue heron，
两只我就把它放下去，无效。啊，朋友说你要放不能放两只，原因就是说你如果两只放在那的时候，他们知道说你这个地方已经让人占去了，所以他的 suggestion 就是说放一只头啊，敢那有效？啊，尾啊，我发觉讲，哎，我放伫遮迄个母，迄个党的，即个 Helen 来倒去，边啊去看嘛嘞，哎，敢那阁有即个结盟。我想原因，伊就是飞来的时阵，就该压塌，啊，因为压塌个是铁的嘛，迄个倒落去，但是伊可能有那种伤着。所以呢，这个solution也是不好。啊，那阵进去，我想讲要甲甲碧玲弟弟借一间迄个二干迄个亚洲家啊。啊，毋过想想咧，我后壁迄个地墙啊顶头拢是玻璃，吼、哦，因为美化关系，你不爱互这炸咧。我都拍不掉，拍到自己玻璃，所以啊，也是不熟练。结果我发觉讲，这个 blue heron 是 endangered species， 你袂使甲伊伤着，无效。之后呢，你有看这个边啊，这 white screen。这我自己做的，去Home Depot买这个铁网啊，啊一挂茶吼，啊做这个，啊盖起来，啊你盖起来时阵，当然伊都食袂着嘛，迄嚼细工啊，啊这个就是讲你看这个时阵，这个鱼是已经接到尾，因为我拄仔有讲，因为迄个早期两千年啊，两千块几年啊。啊，咱的手机也袂当翕相，吼、哦！但啊，迄阵我有手机，也无手机嘛，袂记个，吼、哦！所以无迄、那个啊，翕相。但是啊，应该啊，我有最近即个blue heron过去以后。因为因知影讲袂当食，所以这段时间伊就无来啊。最近呢，唔是 blue heron， 是 white heron。OK， white heron 来的时阵，当然咧遐大尾伊咬袂起，伊一个办法是啊，伊就鱼啊，就甲你剁。所以我鱼啊内底有三四尾吼，你看伊后壁拢有互伊剁着。啊，还是买啊！哎，可以，可以加去。所以嘛是安尼，有吃的，可以后边可以剁掉的。安尼生，敢那变作讲，啊，都是发炎嘛生啊，啊，迄拢无失败，大概有两三尾，啊，大尾啊，嘛是无失败。但是即马有一尾失败，就是伊的尾啊。去后也剁一个，尾也可能较无关系，所以即阵也搁伫个，啊，所以这个啊问题第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 blue heron 的问题，所以咱即摆来看这个 video 哦，啊，你有看这个 blue heron 的动作？啊，这个设备是比你对阮楼顶，哈、啊，设备。啊，这个White Helen， 啊，即马嘛是敢那较无来款。你迄个 video， 这个以外，敢是还过一个？哦，这个无错。伊就是，这个是伫遮啊。
八个 video 是伫另外一边，所以就是讲，伫即个饲只鱼仔的迄、那个遐，就是都爱甲食因咧笑的，迄、那个物件甲都爱搭甲因斗斗头壳啦，都都。OK， 啊，即、這个是啊。就是有一个 visitor 朋友来的时阵，啊，伊讲爱摸到鱼，所以阮就甲这个掀起来吼，哦，啊，你看 next， 我饲的鱼，我那小可会跳悬起来，那你讲龙门啥物？龙门跳伊的鱼啊，啥物话？伊这个你看咧水面一只母的吼。哦啊，伊就跳起来。啊 ，my next， 这个是对阮楼顶落去，因为我咧这个鱼仔边吼，这是另外一部分。拄仔咱看到的迄个 waterfall， 迄是一部分。中一个桥，吼、哦，阮会当对这边过那边，啊。刷落另外一边，就是啊，是较深。这个鱼池啊，是对另外 waterfall 那边差不多 2.5 feet 的深，慢慢啊，慢慢啊，较深来。甲这个，甲这个所在，上尾这个所在，安伊这個、啊 ，OK， 这个就是前一部分。这个 waterfall 的一部分，啊，那经过这个中一个桥，刷了它过去，所以这个就是经过我无对顶头摄的经过旁，啊 ，OK， 啊，OK， 安尼是差不多安尼吼。上尾啊，第五个啊，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 happiness 加 enjoyment 加 responsibility。拄啊，咱看到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美国族人啊，伊坐伫迄个。一个石头，啊，伫遐咧看，拢无震动。伊伫遐至少坐五分钟、十分钟。啊，迄个所在也是我咧饲鱼的所在，因为我咧饲鱼较早，因较细只迄阵，我一日饲两遍。啊，但是较大只以后，我就一日一啊饲一遍。啊，迄个饲鱼的所在就是拄啊迄个女孩子。所以我就這樣自己看，我們這個要研究的這些魚啊，對這個頭殼啊，精神的release，不是只有我們東方人，因為這個女孩子坐在那裡坐很久，啊，就是專門去看這些魚啊。還一個呢，我們tennis社的朋友有一個伊个女儿有一个较细个胖，伊有哪有这个啊苦个伫内底？但是因为伊个胖真细，偌困来拢甲伊个鱼食了了。哦，我个胖已经是真深，所以偌困伊若入去，鱼也收比伊较紧。所以外困对我来讲啊无效。啊，这个朋友呢，尾啊剩一尾是一个苦的，伊来问我讲：“嘿，我敢会当寄这个我一尾伊迄个名字 survivor， 因为伊啊拢啊一只真较够味。”
所以因就甲伊合作 survival。伊讲我敢会当甲我的迄个 survival 啊，放伫你的耳底啊？我讲欢迎，无问题。我是安怎那要讲这个代志？因为这个一对夫妇，因一个囡仔伫是明尼苏达还是啊？伫当兵外州 ，divorce。有两个囡仔，啊，是细汉个囡仔，因为 divorce， 所以囡仔无人顾，所以就去拜托伊个算作 grandma 去家顾。去家顾伊这个太太是本身是个 vegan， 就是食菜人，伊食菜。啊，去顾这囡仔的时阵，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伊食的物件、准备的物件，伊囡仔拢无趣味。啊，所以啊，因真头痛。搁一个学校，因为上头因是读 private school， 尾后要去 public school， 还是讲？人迄个像 religious 的 school， 大家拢无啥要收伊，所以伊精神上也加臂力哦，等下你讲电话，真就是精神上真无安全感。啊，比如讲，哎，啊，你安尼，因为 divorce， 那也不要叫恁囝搬来加州，所以你拢会那么照顾。伊讲，因这个 divorce， 这个太太 insist， 因为伊嘛是对囡仔有伊的管理，讲伊袂使搬离开伊。所以这个太太呢，心肝足有足的，哦，啊，无得透，甲比你讲电话时阵。啊，当然，我讲起讲这个 survival， 即摆考的一直来教教阮，比你着甲这个迄尾鱼啊，就是阮胖内底会经营我的事的，诶 ，video 来送去互伊，伊是感觉讲足大的 relief。所以我就是讲，这款的啊、哦、啊，情形，伊看到这鱼，啊，是伊家己去买因祖囝迄个鱼，啊，看到这的 activity， 对伊真大的套房、哦。所以我想就是讲，啊，那我若有当是心肝较有执有啥物的时阵，我嘛会去坐遐、那個，坐伫迄个边啊。啊，这个美国土囡仔，我唔知影讲伊咧想啥，但是伊坐伫遐五分钟、十分钟一定有。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对这个上尾，我咧讲这个啊，一个 mentally 诶，有哪有 help？ 刷咧。我要讲这个 responsibility， 照我知影的，哦，大部分活真久的，我拄仔有讲吼，咱这个226年，咱都要稍较拼一下，哦，啊，大部分的人拢 pretty active， mentally 啊加 physically， 哦，咱上惊。咱的年纪，第一项就是咱身躯安尼，这疼遐疼，啊无袂当啊，敢那适应吼，因为你的身躯都不好。搁一项我有提起讲什么，就是 mentally， 这个老人痴呆症。照我知影的，大部分
会当食真济花的人，伊对这两项拢 pretty active。所以我的 responsibility， 我这个事业啊，从来拢无予别人去 manage， 去清。有当啊是我咧清这个顶头的叶啊，还是讲下面的垃圾的时阵，拢会安尼感觉这个腰不舒服啊。啊，比你着讲啊，那着遐艰苦，拢请人来做就好。但是我的 mentally， 我是感觉讲，这就是予我有一个 job 去 maintain 这的鱼池啊。我的 gunner， 哦，伊一礼拜来一遍，我从来都无要予伊插着我鱼啊鱼池的代志，哦。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种的 activity。我无做比赛，唔是讲无做比赛啦，就是讲，反正，这都是爱做的代志。你叫别人做，啊，你是干那坐底下，啊，搁一项，就是咱的戏底下内底，啊，虽然你看呢真好势，有这样代志，你就是都爱 backwash。backwash 的意思，就是讲咱的这个。啊，有两，我都有讲，两项，一项就是啊 ，mechanical filter， 一项就是 biological filter。那 mechanical filter 呢，就是讲内底这个 filter 内底，那假使讲有一挂树啊，还是什么会较大项的，伊拢会先给你滚掉啊，留喺内底。啊，你就要去改清。个 mechanical filter 就是讲，你改足细部分，即系较垃圾嘅物件，拢改收收起来。伫即个mechanical biological filter， 哎，我今次有即个 picture 的。唔是伫 video。个 picture 内底，敢那无哦。所以这个 biological filter 呢，因为你那一礼拜以后，就是这些垃圾的物件，你嘛是都要给清走。啊，清走你就是讲都要去 backwash。你把这个水吼，咱就是水入来啊，垃圾的掉在这个biological filter。以后清水，它去 waterfall， 所以是这个垃圾内底，你是都爱改清，伊就八卦是你就是改创电脑病啊，伊的水吼，就是把这内底洗啊，怎啊漏去 waste， 吼、哦，啊，这个代志当然，咱咪使请人来做，但是我是感觉讲。有两项，一项就是让我的 mentally 啊，是讲 physically 都一种的责任。刷来呢，当然我若要请人做，都要了钱啊。啊，这我 economic 还是嘛是会当省钱。不过这就是讲对我来讲呢，啊，我的 physically 我还可以当打 tennis， 我一礼拜当打两遍、三遍的 tennis。至少我的年岁，我还可以当，唔免靠别人。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好诶 ，mentally 啊 ，physically 一种责任。多谢咱个。Time for Q&A 了，哦，对，好，咱唔得有爱甲陈博士问问题无？哦 ，Hi please。你饲20年啊，今摆你下边是干的还是不？哎，别嘞，我别只那个，
看迄个形会知影，因为甲母的时阵较圆，甲公的时阵较，所以对于安尼的来，但是我袂当确定。啊，每一年你讲四个放卵，啊，你想要做，啊，你要来处理。OK， 我唔免烦恼这个代志，因为我这个鱼池啊，拢。啊，上面拢无迄个所在，即个鱼啊会当觅，所以普通时咱的鱼池内底呐，假使讲有一个所在，你生卵的时阵，迄、那个啊卵池啊它会当出来。但是因为我迄个鱼池啊内底无迄个特别的所在，所以伊呐生卵拢应该去食食去。Hi, please, yeah. 要到真正像咱人个困，第二问题就是讲，天气对鲍鱼的影响。啊，你搁讲一遍好无？就是讲有困无？鱼啊有咧困无？哦，鱼啊有咧困无？我唔知。因为啊，普通时暗时。啊，是讲若无你饲的鱼，大部分拢伫下面，哦，所以我唔知讲因有咧困啊，无咧困。啊，第二个问题，气候对鲍鱼影响。对，啊，阮伫加州、南加州，咱的 temperature 上悬，阮住的所在上悬，无超过啊30度。30度，哦，一般人暗时，哦，所以对这个 temperature 对人来讲都无问题。但是你若讲伫东边，还是讲伫较寒的所在，我无迄个经验，所以我不能有样子。啊，好 ，please。可以有冬眠无？哦，嗯，可以有冬眠无？伊咧困安怎困，我嘛唔知咧。我要替你问一个，该有没有替你反思这个问题啦吼？迄就是即、這个 study 是安尼子，你知影 dolphin 吼？迄个 dolphin 叫做啥？海豚啦吼。啊，因为这个 navy 对军队对这个海豚比较有兴趣，所以有足济出个 study。还有 study 就是讲，这个 dolphin 一家 dolphin 的迄个脑迄个所在，放 electronic， 哈，它伊个脑波，它都 transmit， 它是啊。啊，我跟你讲，真趣味哦 ，dolphin 的那 activation 两边拢有。有脑波啦，哈 ，no brain no active， 但是伊那咧 circle 的时阵哦，一边无一边有啦。意思就是讲 ，dolphin when they take a round trip 的时候 ，half side of the brain is sleepy。好，啊，这个唔法度 apply 伫开口，我唔知影啦，我无看到迄款的 study。不过真趣味，就是讲，现在的科技进步啊 ，we can tap into understand that 啦吼。啊，普通你讲 hibernate 就是讲冬眠吼，温血动物无冬眠嘛吼。啊，所以我想可以是无冬眠啦，这对了。哦，对，有一个就是讲，这个咱咧饲苦的时阵，冬天大概对11月到2月啥，因都不食物件，哦，今仔伫这个温度较好的时阵，因爱食物件，啊，所以你会当看讲因 how actively 你饲的时阵，因那假使讲。在这个夏天的时阵，因就真够呛。嗯，哦，啊，我啊，底下顺便跟你讲，
每只考验，你家观察，拢有因的 feasibility， 就是讲 personality。哦，有的是足压力，我有一尾，阮家己合作考验。咱知影篮球啊，选手考验，哦，因为伊足压力。啊，你若看迄、那个啊，较乖、较顺的，哦，你家看，拢无相款，每只的迄个 personality 拢无啥相款。啊，若较高唱的，迄个大了较紧。啊，有的就是足软弱。其实，我会记得，敢若讲伫台湾吼，有一个旅馆，啊，伊有一个足大个戏底啊，啊，广告广告上来讲，你若来，拢可以会甲你 massage。啊，其实毋是安尼，就是伊 very tame， 就是讲足gentle。你若去个时，你会使甲伊帮，伊会甲你梳理个枕头啊。哦，啊，但是迄有哪着爱看讲对一只考个，有诶着较下个，伊着较袂。啊，我你讲即个朋友摕迄一尾来 ，survival， survival， 因为伊是都爱 survival， 所以来个时阵，阮咧试迄阵吼，伊敢若。伊咬牙就是拢用唱的，因为迄就是伊的环境，所以咱若甲伊观察，鱼有当啊是甲咱人嘛差不多，嘛差不多习惯，咱会当学真济。对这个，你咧饲伊的时阵，你就会当发觉。Yeah. Hi, please. 你开始讲吼，日本为了放你先开始。阮鱼也是本来是要饲个食，啊！啊，即摆你一讲下万八六十几年，敢敢要食个番鱼啦？总要有人要食哩。啊，像个早期提起先是台仔鱼啦，唔是可以啦，吼！诶，就是讲啊 ，after you purify， 啊，甲变作真水，甲因甲人有 interaction， 所以迄个才无共款起个啦，吼。所以那是 historical 的意思，按你讲的意思啦，不是讲来的，遐尼水，啊，就要甲食。其实吼，啊，阮鱼啊死去的时阵，因为阮知影，阮拢无食，因为伊变作阮的 part of my life， 啊，变作阮的pet family member， 宠物，所以我住迄个厝的。亚内底乌坎解带落，因为这个是要安怎讲？你跟你做伙的，敢那是 family， 所以喏，要讲你死去，你啊摕来吃，吃袂落。OK， 啊，咱今日真欢喜，有陈博士甲咱做这个 introduction， 啊，大家学习真济，多谢多谢。我代表我们教会啊，一个多谢的妹妹 ，Thank you。不客气，不客气。